你真的稍差了一点点就要打出界外了、哦。对，喂，这边有机会，追平了 g 蔡正如啊，你有我也有啊，哇，不进则已的，双方是互有往来。第八十九分钟，台北红狮也怀疑颜色，从台湾钢铁呢转会过来的，又是九号蔡正如，在这个时候也在禁区的边缘涂了进去。对，而且他刚刚已经先吃了一些炸糊了啊！是啊，这次终于稳稳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了。那这球当然不会有越位的问题啊，是 Ben 啊，在接应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呢，做了一个小角度的回敲啊，让他从中间呢、啊、这一个推土。